别笑啦！哎，我们主办单位拿一点酒来送客人。帮我拿1500块的酒过来，送给点歌的这个家伙，算他内行。你不要打他，我来就好。哎，你肯定没有找我们代言。敬大家，身体健康。那个把那关掉，让我们牵着我们自己左边右边的人的手，不管他是男的女的，认不认识，大灯关掉，让我们要用心来唱。
下天涯海角，是不是你偶尔会Yes.
是风海天，阮是祖国高丽的人。安尼你敢也会知影？阮伫咧外口真正打拼，家来东路当时的手抓，会予你真正头前的好运。一起来！所有力量，会收获你的欢笑。Come on, baby！ 大家就高声，我的心情更快活，和你的欢笑更快活，就是爱我的欢笑。心爱你，敢也有谅解？我会来离开是阮的意，三顿就爱吃饭，爱三心就你家来搞出声，我不在。大家就高声，我的心情就开花，我过了一山又一山，爱情我秘密的花香。Come on, baby！我的心间就可以吗，要走之前我的大人会放你去后悔
有满天星。找两个帮手啊！啊？找两个帮手，哎，邓宝德来，也帮我一下。你还要找一个在台上休克的，我跟你讲。这个科里也休克。哎，对。而且又没有奖品。知道我们要玩什么吗？拉长音。哎，我刚刚几小节？十二。来十三吗？十三段。什么叫十三？十二段。十二。来，好，十二小节。那我们各选两个，来加起来看能多强。来，好，大力来。好。那你敢跳来跳？哎呀，你把人家舞台弄脏了。这个舞台已经怎么办？我们是最后一个了，舞台已经快不要用。罗大佑还要用。罗大佑昨天已经来过了，嘛，彪彪嘛，来。对，你站稳。啊，对，你是中华队的、哦，中华队。是，好，你别你那里的真叫彪名。来，听了面就要上台的这个精神，台湾人可不输。来两个拉长音哦，拉长音，来上来比赛哦，上来。阿棒哥要两个，两个吗？两个啊，你一个就够了吗？我不信。两个，来我们站过去。两个女的好了，两个女的，你看破了没？你穿裙子这样怎么上来的？危险，太危险。那个，我要把我的团员训练好，那放轻松。这里好了。深呼吸，也打开一点没关系。深呼吸，冷静，因为等一下要比赛，拉伸。听我的。你轻松，身手矫健。打书生牌跟美女牌，好来。我们目前是中华队是十二小节嘛，对不对？你确定是中华队了哈？好了，无所谓。OK， 来。我还大无限。联合国好了。现在轮到我们。你们对，刚刚是十四小节了。知道我们要拉长，我没有十四小节，我要诚实，诚实是一种美德。你十三小节，我个人是十三小节，十三小节。那你们两个十二小节，我十三小节，在里面半个小时。好，好。今天拿什么？为了中华民国的面子。OK， 好。好，来道歉，开始。还是，你别太激动，你省点力气。哎，没有，我们先来啊！你们先来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T 恤都穿好了，准备好，不要紧张，来个深呼吸，再来一个深呼吸，再来一个深呼吸。不好意思，我是。哎呦！
哎呀，真的吓到了！这他妈的，走遍全台湾，我没有看过个人是这么强的。这边不好意思，我大陆的。这代表台湾是有希望的，还是绝望的？台湾第一个有一个群众可以这样，吓到我了。哎，那个给我一瓶威士忌吧，我非常需要。我的妈呀！哎。我们要好好访问一下这位姑娘，来，你的麦克风来到前面，到前面。你直接问她要不要参加那个去报道康乐队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，好不好？给我酒，给我酒，我送。大家好，我来自中国大陆杭州。杭州姑娘，果然是匪谍。还是想说，哎，台湾有希望啦！我没接受任何代言，我输给你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怎么这么任性啊？苏小杰，那一个孩子就把我们打挂，这不得了！是什么？来，现在是15-13。你们也不会是也是大陆来的？来，该我们了，好。刚是多少小姐？15+15+15=12。OK 的。你好歹给我20。你突然变得好震惊。我也没办法的，已经尽力了。为国捐躯，不过几小节，八小节，不错，八小节以人类来说已经是非同小可了。你咋了？你想的？你为什么那么想？我看你有哈 ，OK， 八。加12=30。25+15，20+15。好，来，等你们了。下一位，我们的下一位，甜甜呢？怎么可能啊？甜甜呢？那个名字，麦克风给的。你的名字很甜呢，甜甜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嗨。还要自我介绍。嗨，甜甜。出来是台湾的，我刚刚还在陶醉，哈，你太陶醉了，好，让他练一下。我脑了，不好意思，你不要干扰他了。好，来，再给点点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对对对 ，OK， 有。一起来乱的哟 ！I do nothing。OK。那你要什么样的状态都不会，不要被他影响哈、哦。那你站前面一点好了，这里好，好吧？对，你站前面一点。嗯，好，对，好 ，OK。再给点点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谢谢我。
说什么？不好意思，看得出来啊。好啦，台湾来的十八小节，哎，掌声鼓励。哦，十八了，嗯。十八加十五啊！哎，我们忘了自我介绍，来，你不知道你怎么介绍你自己，嗯，这挺有意思的。我也不知道。家芳，你就有麦克风，你自己说。他叫李家芳，他爱你。单身。要不要换一个？我们那个弹吉他的。那个弹吉他的已经两年没有叽咕叽咕了。今晚想说就带个帐篷来了。哎，这是爱爱演唱会，这不是我的个人演唱会，我是来帮爱爱大。我是来帮罗大佑暖场的。邓老铁来了，来，华丽啊，大勇敢。这支麦克风有心病给你。这支。我们就怕你。真的是，对，等一下那个，要不这样，等一下那个和耶稣拿来。